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.7， 所以护士长应该也算得上是枫丹白露了吧。版本前瞻爆料西格文专武，今天带来的是元神 4.7 版本前瞻爆料新线五杰赛西格文的详细介绍。依照惯例，首先是培养素材。视频内容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